弟弟在干嘛？弟弟看这边，鸽子这么多，你看，不要跑，跑它就会跑走了。小盖在后面追鸽子。弟弟，这边，这边小小的，这边，这边呢，这边比较多了。这边呢，旁边那边呢，他们在吃。那里你帮我拿。小哥不要吓他，凯凯不要吓他啦，他们追鸽子，播给他们，小孩很奇怪，要把人家吓死他们。Yeah.